都能睇唔到。如果连苦求居然都能听唔到，如果连体能居然都能疯狂做，佢哋嘅passion 几感动我咯，系啊。因為他們會不斷 在我們的 group 裡不斷商量，不斷有很多不同的意見扔來扔去，好像一起 jam 一件事出來。你是會看到他們那種火，那種火可能燒埋你的。還有我在我們拿著電話都哇 so hot 這樣拍到靠叔叔做我們的 producer 啦，即是給了很多好的意見我們，所以整個組合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很新的嘗試。多謝高舒曼、鍾舒淇，他們都是很 open minded 和很 supportive。 這首歌挺有趣的，是很多不同的 genre 和不同的 tempo 的東西，即是混雜在一起，但是又很一體。